包括廖允吼，那我收人的。人讲哦，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，我讲唔是哦，因为上辈子的仇人。我这廖允无啥搞讲话，我就阮家都乌面面。但廖允跟老母最好个，党讲，狗腿啊，哪，狗腿也唔敢同我讲，狗腿也跟老母讲，因老母嘛是杀骨了，佮咩啊伊啊，来来，你再查咧，这一定爱，这三个一定爱挂，袂使查某安哪。我惊你，甲把恁爸带去，看要安怎就输赢，免惊啦，甲爸带你来啦，这就是安尼啦。先讲教育吼，唔是你囝吼读偌济册啦。先讲教育吼，是这个囝有教较胖个，无教较胖个。廖云安尼啦，廖云就是吼，唔爱读册啦，伊就变佚佗尔啦。伊去读大学，就是为去学西，就为去佚佗尔，你听无？即款你嘛会使读大学，你嘛还拢爱毕业。伊来学校内底学生啊，廖云班上啊，比较三十个人啦，可能两个真正认真去读册啦，二十八个拢像廖云拢去耍个尔啦。挂一个讲，我是一个学校的学生啊，我现在没有面对，不用需要马上面对这个社会的现实面，所以我继续过我的囡仔，现在时常提钱，就是安尼。过剩四年啊，再搁讲，咱最尾的教改失败，所有的囡仔拢会当读大学。即马电脑出现一个足大的问题，大部分囡仔拢读大学，无读的变足少的。那因为该读的人去读，不该读的人嘛去读，所以规趟倒出来拢是大学生，大学生变啥廉价啦，廉价你听哦，无人爱啊，大家全拢大学生。足够读册考第一名、第二名，迄伊嘛大学毕业。安尼啊话，就像廖云这大家去耍的嘛大学毕业啊。大家出来拢无，大家出来怎样？变大啊！我嘛大学，你嘛大学，无是安那。出来上小学吼，第一天校级别，你老先带去。校长交见面，校长哦，交我阿伯见面。校长讲就上重要一句话啊，先讲教育吼，唔是你囝吼读偌济册啊。先讲教育吼，是这个囝有教较胖个，无教较胖个。伊改变我对囡仔的态度，改变足济啊，真个啦。我从细汉时阵，囡仔做唔对，咱嘛想要拍恁听哦，伊个错，咱每一点拢会恁听哦。教囡仔胖个人足济，这个、意思就是安那。你爱甲你个囡仔拉朋友嘞，你囡仔有遇到代志拢甲你讲，伊心更加黏做伙，你听无？咱家己爸爸伊甲你讲，啊，我哩讲哦，我昨暝出来七仔无，安尼啊话，话大粒个。你囝甲你讲这有诶无诶，你就先讲个老爸啊。你囝甲你无距离，这囡仔未胖。你囝根本就毕业就不会当个烟锅边啊，话你讲无够胖个。你囝要卡你个妈，你食饭未？就是安尼尔。阿妈食饭未？就是安尼尔。你这囡仔搁一日烟锅边无？你加胖个。我人问我了后，当你若囡仔无送出国。我足侪送去国外，回来你也读到唔正样，足侪好无？只要结婚的嘛有啦，回来唔正人个嘛有啦。我讲过嘛，英语也你无孝顺两字嘛。我讲哪有可能囡仔送出国？这就是失败的教育。你啥意思？所以我即摆搁讲转来，你是大人对囡仔的教育的观念，你也先想清楚。唔是讲你要教这个囡仔教好教歹啦。你有法度甲你个囡像朋友无？你来甲你个囡像朋友安尼？包括廖云吼，哪会收人的？人讲哦，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，我讲唔是哦，因为上辈子的仇人。我这廖云无啥搞讲话，我就阮家都乌面面。但廖云跟老母最好个，党讲，狗腿啊哪，狗腿也唔敢同我讲，狗腿也跟老母讲，因老母嘛是杀骨了，佮咩啊伊啊，来，你再查咧，这一定爱，这三个一定爱挂，袂使查某哪。我惊你，下届把恁爸带去，看要安怎就输赢，免惊啦，该爸带你来啦，这就是安尼啦。去掠人也好啦，去开嘛好啦，去啉酒嘛好啦，阮俩拢是对调咧。来，行行，所以。你也咪去看到这做老爸有无？一酒店有无？甲别个妹仔伫遐咧医院有无？咱酒店钱开落来，对啊，叫所店讲开钱济，大家要找水的杯子，是啥物叫歹？你的囝甲伊朋友就是安尼讲话，我甲我的囝嘛是安尼讲话，这代表先，这关键的这是成功的教育，这就是迄个森林小学老师校长甲我讲的，这叫成功的教育啊。